龙虾是一种甲壳类动物，有两只大钳子和一条长尾巴，它们通常生活在海洋的深处，需要用特殊的工具来捕捉。龙虾的颜色可以是蓝色、绿色、红色或橘色，但是煮熟后都会变成红色。龙虾可以用各种方式来烹饪，例如清蒸、烧烤、炒饭或做成汤。我最喜欢的是用奶油和白酒做成的龙虾酱，配上面包或意大利面，真是美味极了。